很多家长问我，为什么我家孩子不吵着玩手机，喜欢安安静静的画画？这是因为啊，我带他体会到了绘画的乐趣，自然他在空闲的时候呢，就会主动画画了。你没有让孩子见识过更好更广阔的世界，怎么能怪他目光短浅呢？学习绘画不是说非要让孩子走上专业的道路，学习绘画不仅可以培养孩子的艺术审美，增加技能，对孩子的专注力也是很好的锻炼。推荐你画啦啦少儿创意美术课，专为5到12岁孩子量身定制的美术课程，各大美院老师小班教学，精心辅导孩子的每一笔，课后啊还有专属辅导老师一对一点评，孩子在家用手机或电脑就能学，不妨给你家的孩子也试试，走滑视频即可报名。